导演啊，我现在看节目呢。哦，21电视剧啊，演警察呀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嗯，那个具体时间的话你就跟我经纪人联系好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找男演员，我先看着我上哪给你找男演员去。哦，导演你等会儿啊，我这儿后边有一叫黄宏的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你等会儿啊。喂，导演，啊，我是黄宏啊，啊啊啊，对对对对，啊啊，啊，我这来参。你冯巩的替身还行，替人结婚，我是替人挨揍。好家好家，打个鼻青脸肿，到后来连个正脸都没露着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导演，我最想演警察。啊，对，警察演警察是我的梦想啊！对啊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警察有人选了，谁呀？王志文啊，王志文那是我兄弟呀、啊，演技那是一流啊，就是太瘦了。他演警察有一句成语叫"麻杆打狼，三头害怕"啊。啊，还有濮存昕啊，濮存昕那是我哥们儿，濮存昕形象没问。一表人才就是太正了啊！这演完警察又演解放军了，好嘛，本世纪大盖帽都让他承包了。我跟你说，导演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演警察，气质绝对没问题，下至派出所所长，上到公安部部长，这个气质我全能演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让我妹子周迅跟你说说，你给我好好说。哎，导演啊啊啊！对啊，我觉得他还行吧。嗯嗯，他那个，我觉得反正他比，对，他比陈佩斯好看点儿。对，对对对，冯巩，他比冯巩顺溜啊。对对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赵本山，他比赵本山来的俊点儿。是是是。哦，对，那他当然比濮存昕磕碜了。啊？哦，他们都定了哈。小偷。小偷你演吗？我说等会儿，导演你听我说，我千万不能演小偷，是吧？演小偷你找陈佩斯去，是不是？那贼眉鼠眼都不用化妆，是吧？我不演，不能演小偷，你起码给我来个骗子。就是，不是，小偷算体力劳动，骗子算脑力劳动。对对对，啊，那一个是技巧，一个是智商啊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导演，你一定给我这机会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那个周迅和陆毅都成了这个金鹰奖最受欢迎的男女主角了，你说我这模样比那个陆毅能差到哪儿去啊？喜欢他的确实是一帮小姑娘，喜欢我的有一帮老大妈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跟陆毅差不到哪儿去，我俩就差13岁，我外号叫陆毅13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跟那个我妹子周迅说说，我最好演警察啊！你再好好说说，妹子，你看，哎，导演啊，哎，对，黄宏也算是我一哥们儿，对，你就想想办法。嗯嗯，不行啊，都定了。哦哦，行，那我就我再跟他说说吧。哎，好嘞，有消息我就让他给您打电话，好吧？哎，再见，导演，拜拜。有一骗子。只剩下一个了，就这一个角色了，演吗？那得看骗谁了。我呢？演。能骗我妹子，给个警察都不换呢。走走走，演。再见了啊！再见。给大家拜年了。多少的。见你的身影在心底，多少个奇迹，多少的泪滴，我愿相信这个世纪属于你。我相信你的勇气，这世界没有妒忌，多少的风。终于尝过去。
老百姓给贴上了一副对联儿，写的什么？上联是“一门正气，万民幸福”。嗯，下联“两袖清风，八方平安”。横批“人民卫士”。好啊，好吧，朱军啊，啊，我也给你夸一个人好不好？谁啊？巧了，他也姓刘，叫刘金国。哦，他现在担任的是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。哦，官儿挺大的嘛。是啊，可以说是位高权重。对，而且他长期担任的是党政要职。嗯，但是啊，他从不以权谋私，他是勤政廉政，两袖清风啊。不，你仔细给大家说说。我具体跟你说一说啊。他老家有38位直系亲属，嗯，但是没有一个办了农转非的户口。哦，按理说办起来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你看他的外甥想考警校，差了20分。嗯，哎，结果他姐姐求他帮个忙，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说违反原则的事情啊，咱不能办。嗯，但是啊，对于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呢，他都一一竭力解决了。哦。你看，当他从秦皇岛市副市长的位置调任到省公安厅当副厅长的时候啊。嗯，他的家当有什么？你猜猜。都有什么？办卡。不，你的故事太多太多，连成了山洞的珍珠。人们这样说。
迈开时代的步伐，人民警察亮出了新世纪的风采，唱响豪迈的歌声，向祖国和人民舒展炙热的情怀。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点，回首人民公安半个世纪的历程，我们走过了一条忠诚的道路。今天我们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，展望中国公安明天的征途，钢铁般的忠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。建立一支忠诚强大、廉洁高效、勤政务实的公安队伍，是我们不懈的追求。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人民警察将用忠诚和热血书写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，这就是为人民服务。